我是亲子同乡，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很有名的麦麦先生烘焙坊的梦幻彩虹千层蛋糕。对，它这个产品是他们里面的产品是最热销的哦。麦麦先生，这彩虹的吗？里面是彩虹的千层。对，而且它是冷冻，有吃起来有冰淇淋的口感哦，而且不计成本，它多加了意大利马斯卡的。马斯卡邦乳酪，而且他们来的时候是会用冷冻出货。那他其实他可以，如果说最佳赏味期限是取货之后七天内赶快吃完、啊，那冷藏退冰五小时就可以吃了。好，那这边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哦，这边是麦麦先生烘焙坊的一些资料哦，他在苗栗市哎。OK， 真的好有名哦。那我们现在把它拆起来。好的。好。等一下，等一下啊、哦！哎，你看包装的多么的好。对，我们又不舍不得把它的包装拆掉哦，拆开了。来，我们看这里。哦，它有。大家看一下彩虹千层蛋糕，它里面的成分有这些。那你看里面它有一些虽然是颜色，但是其实它都是天然的色素啊。蛋奶素可以用哦，素食的可以吃。这个是八寸的，好、重量有650克。那冷藏七天，冷冻可以放90天。那这边有制造日期，好，2021的7月12号，刚制造不。最近才制造而已。好，那我们马上来开箱咯。这个很好看。对啊，超好看的。就是一个哇，这个都是蛋饼皮。对。它是有好多层的蛋饼皮去制作的。来，我们拿起来。可以撕开的，好。一个虚线。虚线哦，它的虚线。好方便啊。哦，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写什么。来，啊，这个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些说明哦，也慢慢新生的一些说明哦。真的，他们是还蛮热心公益的。好 ，OK。我感觉超好吃的。对呀、啊，来，我们来把它打开。慢慢先生的一个。哦，慢慢先生的一个 logo。好，那我们直接拆开喽。哇。有没有剪刀？剪刀，这个好像可以。好，它旁边的都是色彩缤纷。对。对呀、啊。等一下。哇。哇。好来。真的是千层吗、嗯？你要不要算一下几层？1000层。1000层。还有20层哦。20层哦，好，那我们来把它拿出来喽。直接拿吗？哎，对，直接拿。不然你先用先这个，先慢慢拿。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哦、一个纸盒，对。哇，好像一个大汉堡。哇，一个大汉堡。好。哇。全部都饼皮，因为这边还有20层哦。真的吗？总共有20层。应该它的蓝色像蝶豆花。哦，蓝色蝶豆花。啊，然后其他颜色嘞？这应该是抹茶。还有吗？这里有写、啊。真的。这个应该是草莓吧？哦，它是红橘。哦，有红橘。绿色是，对，绿色，然后，对。好，那我们直接把它切下来看看，它有那个刀子吗？有吗？有吗？哦，它在下面有，它有副刀子跟盘子。哇，好可爱哦！来，你拆一下。我们要拆开吗？对，拆开。它是一个包。舍不得拆开吗？包装。真的有点舍不得。哇！好可爱的一个小刀子。还有这些可爱的小盘子、小叉子。哇，这个都是那种，它不是那种是那个你那个什么宝丽龙的那种。哇，好可爱哦！可以洗洗，家里还可以其他用途。可以重复使用哎、欸，哇，好可爱的盘子，超像水滴型的哈。那我们就直接切咯，等一下哦。等一下。
倒下去，一刀下去，哇！我这样可以。双宝迫不及待想要吃了。那么是很厚吗？看起来很厚。很厚吗？看起来很好，切一块。切一块看看。哇，来来来来，我来吃一块。你问。你可以，你可以用这样子切啊。好。切下去。藏起来。好。你们好像真的有点像，你们好像真的是有点那个冰淇淋。真的吗？嗯，真的。哦，来，我们镜头看一下。哇。哇，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哇，彩虹哎、欸。对。等一下。哎，来看一下。特写，特写。哇，特写，特写。哇，哎呦，它每一种颜色都有到三至四层哎。对对对。好，啊、我来试试看。哦，来吃看看，来。让我碰，我把它切一下。好。嗯，这样，你们有加冰淇淋吗？有吗？有冰淇淋啊，有啊，它应该它有冰淇淋啊。嗯。它吃起来就是有冰淇淋，鲜奶油，鲜奶油。对，它吃起来是有冰淇淋凉凉的感觉。冰凉凉的很好吃。很好吃哦。嗯，冰凉凉的。好，那大宝可以再切块啊。没关系，这个太大块。太大块了，没关系呀。嗯。嗯。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吗？对啊。好。看到大宝，小宝在吃，也很想吃啊。他，对，他就是口味都非常的冰淇淋。冰淇淋吗？嗯，吃起来也很冰淇淋。哇，这一个是八寸的哦，八寸的尺寸。真的很好吃，它现在有不会太甜，不会太甜的，冰冰凉凉哦。嗯，好，夏天很适合吃。那有没有建议推荐大家来吃这个？有，因为它不会全部集中到一块都是奶油，它就是、哦、它是一层，对，一层饼皮，一层奶油，一层饼皮，一层奶油，哦、嗯， okay. 不会太腻。哇，小宝，你吃起来怎么那么？看你吃好喜，真的很好吃，好喜欢吃，推荐推荐。好，推荐大家来，赶快来买咯。OK， 拜拜。拜拜。